不然我们问他好了。哎，先生，你觉得这好看吗？这好看吗？还不错啊。我们想要吃。好看。哎，那女朋友完全没有讲话。现在就是我第一个就是只是问人家说，就是东西好不好看。第二个就是直接关键是他们的私人问题了。现在要开始第三个阶段，要跟他要东西。好，要 OK 吧？要 OK 吧？嗨，我是波拉。嗨，我是甜甜。嗨，我是莹。在台北地下街。没错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个实测，就是有人在挑东西，然后我们两个去挑。然后拿那个问他说：“你觉得这好看吗？好看吗？看他会不会回我们。”对，走吧。这还不错。不然我们问他好了。哎，先生，你觉得这好看吗？还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？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不想理你，没有看一下。”他说：“而已啊，他不想回答。”好，这是第一个失败。看到我们的摄影机，他应该是看到我们的摄影机。我们摄影机很明显吗？那我要放下来一点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我们要找到下一个目标。好，哎，你觉得好看吗？还不错啊。你觉得适合他吗？对对对，没关系，我就我们想要问一下，你们看一下，衣服很漂亮啊，认真的，穿什么都好看，真的。我们成功 get 到一个，这任务达成了，换下一个任务。换下一个任务，那换这边好，这男的好。我们想要试掉一下。你今天午餐吃什么？我吃早餐店的。哦，早餐店哦，对对对，早餐店里面什么？普通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。哎，我们要达成目标了。他很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台北火车站的人其实蛮热吗？还蛮热心的，还蛮。对 ，OK， 好，这样蛮合理的。我这样拿手机蛮合理的。好好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可是他有回你，他有回我，他说他没有 OK 过。他原本好像不想打算，那个好像很帅，那个好像很帅，那个，你要不要去问他？他没有戴口罩哎。哦。谁会随身携带 OK 过？我是哎，怎么办？我换一个，任务。哎，这群男生，有情侣的，然后搭讪他，跟他说：“哎，你很帅。”然后你就跟那女朋友说：“哎，你很幸福。”哎，我这样真的很像 camera 吗？真的很像吗？很像啊！好帅哦！好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去。重点是我们要真的找到是帅的，不然。那个那男的比较好。好，后面那一定是。可是我们要先找到，我也觉得。我们这所想遇到的，因为我刚看他觉得有点娘娘，只是我也不确定，就他就跟他说，在我讲完是我男朋友的。我们上去吧，我们先上去。快！他搭电梯了啦！
啊，还真的不敢啊。怎么这么刚好，帅哥都要搭电梯啊！我们可以跟你当朋友吗？当朋友。嗯。哦，不好意思。不行不行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刚刚在拍片，我们在拍片。哎、嗯欸，那女朋友完全没有讲话、欸。应该是他女朋友有。整个脸，整个脸上红。他说。那我没有跟他好好解释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我们说我在拍片啊。在拍片。然后那女生那男生谁脸红、欸？他脸红，有，有我陪他脸红。然后他说不要，我们在拍片就呵呵。好男人，好男人，没有给别人。但是他近看真的是帅的，对啊，他蛮帅的，别花痴，花痴，天天想男友，想别人男友。我超热的，我真热起来。我看你脖子，耳朵都红了。其实女人真的不爽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下面帮我点1000个赞，我们这一期拍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哎，忘记说，我们其实每一个都有成功哎。对，从就是问人家我们的东西，再问别人东西，然后要卫生纸，到跟男搭讪男朋友，哎、欸，都有成功哎、欸啊。其实台北人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可怕，没错。为什么我也很热？我超热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会流汗。我刚刚想说，你为什么不接下一个话？我说你也好幸福哦，那你们直接这样后退。